你张大伟，我跟你今天把话放在这，说什么我都不给你退。别这么多废话，到底退不退？不退我报警了。你报，现在就报。很多人说小婉你好狂啊，你们家不是支持7天无理由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不支持了，就是不想跟你退了。你能帮我怎么的啊？我现在来到的是深圳华强北旋风总部，我要当着旋风所有的工作人员的面，当着面跟你退回去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啊拿捏你，什么叫真实你。我讲的很简单，等一会儿我就进去拿快递，当着面拆，然后把你的快递给你拨回，不给你支持7天无理由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会儿已经是凌晨的3点多钟了，顺丰还在忙忙碌碌发货，你就知道深圳的顺丰到底有多忙啊！我那个快递帮我找到了吗？就这个是吧？那个监控的话，这有监控吗？这个监控是吧？来，现在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啊！你小百哥作为商家，凭什么他妈的不给客户7天无理由？来，你看到这你会说？他妈的，是不是他少寄东西给你了？我操，兄弟，你摆个我这么大老板啊，身家，不多说别的，你就是充电器不还给我，手机壳不还给我，我是能跟你要还咋的？几十块钱的东西，那肯定是手机有猫腻，对不对？哎，还真不一定啊。来，来哥，看一下，来，标签，给我冻成这个样子。这都无所谓，我们的标签不重要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这客气咋？还给我送，哎，谢谢啊！那郝大哥真的是太客气了，这个东西无所谓啊，你只要不去动我的东西，不去拆我的配件，那你说的啊，标签掉了，我照样给你保修，照样给你7天无理由。问题点在这里，来打开给你们看。那首先你打开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屏幕没有任何问题，对吧？里面也干干净净的，为什么不给人家退？来，我点开给你看，来，通用，来看没？鱼源，来点进去 ，ID 不可以退出，知道为什么了吧？你们看到这知道为什么了吗？他就做了 ID 带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我跟你们讲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？他在我这买手机，5-6千块钱买了个15 Pro， 然后呢，他就找他们楼下手机门店说他的手机要抵押给他。那手机店一听，你也是住在附近的，那没问题，我给你做个�抵押。最后呢，从手机店套走了3-4千块钱，然后呢，转脸就跟我申请7天无理由。哥们，你是脑子被驴踢过吗？你觉得这种东西平台会给你退吗？就我们会给你退吗？啊，我现在我就原封不动给他发回去，来看，看没？那里面，啊，直接。我直接给你原路退回啊，你还退得了啊？快递我就在顺丰拆的，我都没拿出去过啊。告诉你小老弟，不要跟我玩花样，我讲到这很多老弟不服啊，你知道他口气多恶劣吗？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就知道了啊。不是，你还知道接我电话的小老弟啊？啊，你不要这么多废话呀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钱我不可能给你退的，我刚刚在顺丰这边当着顺丰面原路给你退回啊。你别你什么凭为什么不退？你别他妈指望我给你7天无理由，不可能，你没有，在你这你没有，知道吧？别这么多废话，到底退不退？不退我报警了。你报，现在就报。你看警察找你还找我啊？我靠，你他妈还有理了？你跟我讲不讲实话？你要不讲实话，咱俩今天我跟你说，你一定是失败的那一方，毋庸置疑。我他妈在华北做7-8年手机，你手机，你现在不要跟我讲，不要跟我摆个摆个。我他妈在华北做7-8年手机，手机他妈动过一颗螺丝钉，我他妈都能看得出来。你觉得你上个 ID 我看不出来吗？来说，白哥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女朋友跑了，没钱了。女朋友跑了，你就能拿这种方法来骗我的钱啊？没办法。那你去做 ID 带干什么？那个商家叫我弄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哼，现在怪到商家了，你还是不老实。你现在去找那个商家，把钱还给人家。百哥，我没钱现在。百哥，求求你啊，我会报答你的。哎呀，我他妈，我这个人最他妈讨厌别人求我，我他妈这个人就心软。那行吧，你这样，我先把这个拿回去，好吧？然后你等我一会儿，
我现在回公司给你退款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百哥。哎呦，我没招，真没招，我操！这通宵你忙吗？那哥，这个我拿走了啊。好。哎呀，还我来，你还给我带瓶水，我靠啊，太到位了啊！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回公司给他退款啊。现在把后台打开来，我刚刚给你打电话那个人，给他退款那个，对，他还这个样子，还一直要退款，退款，退款。该点了吧？我也是无语。我希望先，兄弟们，你们缺钱或怎么样的，你不要把我的手机拿出去抵押，啊，好吗？拜托，这个事情我报警你就完蛋了。我没报警，之所以没报警，是因为你是我的粉丝，懂吗？你百哥玩的真实。行，兄弟们，你看，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我小百给大家7天的理由，给大家保证，真心不希望大家这样搞我，拜托了。